咱管辖内第二个团体，就是咱潮州镇关圣皇庙啊，咱的团队吼，由咱黄朝志吼黄主任组员来带队哈，多谢多谢。今仔咱潮州关圣皇庙啊，所出的咧有咱的神轿甲咧神像。咱黄主任委员哦，带领着45名啊，咱庙内所有的义工，所有咱内底的技术人员哦，伊会到庙内参加咱新竹岛上的战战警吼，感谢非常感谢吼、哦。啊，佮有总干事哦，李少伟吼、哦，副主任委员李少伟啊，咱小姨兄吼，多谢。好，那今晚感谢台金桃有咱新竹都城庙管理人郑来胜，他来办这个感谢灯，我咱潮州县城庙哦黄朝志主任委员哦，祝你多谢，祝你多谢，谢谢。继续，我们来迎接咱感谢台的，有咱桃金潮州关上红庙，咱的李亚峰哦，李亚峰啊，将将要来行李站的这个感谢台的头前哦，大家再来看咱李亚峰哦。啊，这个上盖啊，啊，这个五盖上盖威武的这个卡布哦，谢谢。所有现场的好朋友哈、啊，咱有第二个团队来迎接咱的感谢台，大家可以看下看这庙吼，无论是地下宫还是大宫，每一个庙吼拢有无同款的这个卡布啦吼，啊，每一个庙拢有无同款吼，啊，一个这个定秀老百姓的这个无同款的这个神姿跟的神态，啊，当然当然特别加以研究一下。啊，咱甲咱上后壁，咱家己新竹岛上公爷，咱回家的时阵哦，过来看到咱的爷公甲咱的大公哦，嘛会非常的精彩，非常的无同款哦，谢谢。感谢大家头前吼，我看到省上庙，咱的苏宏林苏董事长吼，董事长你手啊也较悬的，大家再看一下吼，来咱站住一下吼，感谢苏董，感谢苏董，谢谢。来，咱即马咱的感谢台。你来一个较上较重要的贵宾啦吼，我吼今日有法度伫遮讲遮尔啊侪故事互恁听哦，就是我的师傅吼，咱的新竹路方面总干事郑根雅先生，来拢叫二哥，后壁看到伊哦，唔单叫阿公，还叫二哥哦，你叫阿公伊歹惨，你叫二哥伊讲，嘿，阿你不乖吼，阿你不乖。咱这个啊，咱潮州县城隍庙吼，啊，这个上下公要搞的进程吼，咱就看到头前啦，这个阳伞吼，你有看到伊安尼细细细，有写到啥物？写到我拄仔甲大家介绍的都城隍、古城隍，甲着关城隍无同款的所在吼。咱潮州镇啊，咱那里就是咱关城隍庙，就是咱网络上看到吼。常常咧介绍的，就是关圣皇或者很有名吼，很有名。咧金门啊，这个城隍庙吼，原来是关圣皇很有名吼。
咱每天参加来欢迎，来自咱潮州关，咱再来潮州城隍庙，谢谢。来，进喽！谢谢，谢谢大哥大姐，参加咱在咱潮州市城隍庙当黄潮市主任委员，代表。李少伟负责委员哈，上下有不少的团队，每个人上线哈，谢谢，再请大家，大家。